阿妹她真的瘦啦，一身闪亮亮、金碧辉煌的柏辣短裙，搭配她的天高靴子，踏上红毯就引来粉丝疯狂尖叫。她除了露出纤细的四肢外，胸前大深 V 也让人看得目瞪口呆。非常热，非常热，辛苦大家。是，哎，怎么样？他自己说话是不是？谢谢，今天特别穿了这个战衣，对。然后，我就说，我一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，哇，就是上身跟下身都有，都还留着，所以还好，所以很开心。其实今天，金曲的大 party。可以看到很多的好朋友，然后最高兴是家人都来了，我们的家人都在这边大巴六九部落，哎，打招呼一下嘛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呢，我会最希望是大巴六九专辑可以得奖，其余的随意。当然希望啊，因为今天来参加就希望可以拿到奖。但是我觉得，拿不拿奖，我觉得就最后留给那几秒钟紧张，剩下的就是 have fun 享受，对。妈妈，哎，妈妈呢？哦，妈妈今天一看到我，她是没说话，但是他的眼神是从上面到下面在上面，所以我也不太敢让他看太多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这次阿妹将和蔡健雅争抢第四座歌后奖项，到底谁能胜出，势必是典礼的一大高潮啊！